师资兰街田口公，口译张全谢道分会，卒于同治三年，也就是1864年，迁监于八资兰新街，至清光绪六年1880年完成重建，据日治昭和二年展开大规模的扩建工程，整间庙貌和当时的修建模样，也就是现在大家所看到的庙貌，一座也有两派的讲师分别呈现雕琢各县风格之对场座，功法著名，极为特色，也是新士林新街信仰寿星。恭迎士林朱皇宫，咱士林妈祖天上圣庙圣驾，欢迎咱吴主委、孙娘主委委员之书，士林八达湾妈祖文化节，八达湾妈祖文化节，天上上皇就会玩会因为很牛。感谢咱来自基隆唐新宇师傅，我们的龙狮战鼓团，我们精彩的剪彩这个朗诵表演，欢迎咱基隆唐新宇师傅，咱台湾属林朱皇宫四零四千多，全部平安运，台湾妈祖不怕的，台湾妈祖。咱在乎咱树林的树林的环境，天上圣庙，咱大神的乐团，带领着咱前往游将军，前日间是皇帝游将军，来到咱会休，八台湾妈祖文化节，天上上皇都会玩会一面场。来进行分享，树林朱皇宫听众团。树林那么永安乡，是咱树林地区百年的乡，伊传统的八卦人家。召唤于将军形象，以及前天眼顺风命令于将军来到咱现场，全力来做一个表演场地。再次欢迎咱树林朱皇宫，咱嘛云南乡，咱的众乐团、八卦乐团，陪同咱天上圣庙，就连八台湾妈祖文化节会场现场。
结婚相传，在生是咱地方内底成为一个大款，结婚出门去办啊。咱万春君头前带领后边，啊，秘书的谢将军，慢慢啊带领着谢将军进入咱会场来参拜。恁两个在生的结拜的这个情谊，非常感动，咱世间人。对咱兄弟信用的一个感念，在此欢迎咱大姨啊、小王宇将军来莅临会场，欢迎你们欢声，掌声来欢迎，那就咱树林，咱们是树林之王中非常受命的县长，这个作为工作人员支持你们来莅临。
在此恭迎树立朱元璋天上圣庙，也欢迎韩国驻委员带领所有委员结束工作人员、主办人员莅临，祝贺跟主办台湾观众文化节今天的双龙各委员有一个现场，恭祝咱树立朱元璋天上圣庙新规安庆，牛烟万里。比如万民，比如风调雨顺，各大平安，事事如意，不得忧病。欢迎各位欢迎，来，请大家哦，树立朱元璋这一个真个掌声，好不？欢迎欢迎。咱们来进入会场的，也就是咱国民贵族，也就是咱小正红荣誉主委，欢迎咱的 Coco。